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我是你们的 Yuki 姐姐啦。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是想给我们的观众小朋友带来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这样的这个类似于培乐多的一款彩泥小套装，它是来自于我们的 Sushi，然后感觉有点像我们日本的一个牌子啊，有点像 Sushi。但是它应该是一个不是来自于日本，但是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款小的这个软泥套装，在里面呢，它今天是一个哦，它的这个质地非常非常的柔软，有点像我们的动力鲨，有没有？它是一个汉堡的一个套装，里面是可以做出我们的汉堡包、我们的小的鸡块，还有我们的薯条、我们的沙拉、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一个小的装饰啊，等等等等。我们还可以把它呢放在它的一个小盒子里面。放在了小盒子里面之后的话呢，就能够然后做出各种各样的形状。我们这边可以来试一下啊。这个是它的一个盖子，盖子的话呢也是可以给它放在旁边，给它稍微的进行一个按压。然后我们再把它的整个套装去给它拿过来。那下面这个呢，是已经差不多，看起来非常的这个平整。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它的上半部分。好啦，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上半部分。现在我们还需要的就是它的一个肉饼，然后肉饼的话呢，我们也是要把它放在旁边。首先呢，我们是要把它的红色是进行一个混合，然后这边再加入一些红色，加入一些绿色，就可以做出一个带有沙拉口味的一个小肉饼啦。现在呢，我们是可以把它的这个软软的肉饼是要给它做出来。我们的软肉饼呢，也是可以把它放在旁边。那么我们是要把我们这个橘黄色的是要给它拿出来，然后做我们这个。奶酪层，现在呢，我们是可以用绿色的去做出它的一个绿色的沙拉片。那我们的汉堡包呢？现在是要快要做好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汉堡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健康的绿色素食汉堡，看起来也是超级超级的好吃。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它有点少了些我们的酱汁。那我们现在就是来做一下我们的番茄酱，还有我们的这个薯条。从这个黄色的这个粘土这边呢，我们是取上一些，然后来把它切一下，切割一下，切出我们的薯条的一个形状。那好啦，我们这边的话呢，就差不多做出来了。虽然呢是不能够真正的去把让我们小朋友呢把它吃掉，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它非常有意思，然后也非常的喜欢。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或者是可以直接在视频的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频道是每天每周都会定期推出新的视频。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拜。